631片木栈道310，一定要在木栈板上做事，板路板做事，哇，全长200公尺，然后我们会分3天的时间让你摸。Oh my god！ 第一天呢，我们先，我觉得这个节目要不要变改名字叫做工的人？一个班级一个团队就是要有人很勤奋，跟有人会偷懒，我们就是要这一次要做偷懒的人，最佳拍的，对，因为我发现。没有偷懒的人，节目不好看。你可以少说话，多做事啊！我们都快涂到你们那边了。我们真的是听到你们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了，我们涂完了，我就在这里停了。停停停停停，我们到这个。一个任务要交付给大家。吊桥新面貌，又要装置艺术了。哎呀，太吊桥哎，会不会太大桥？对，有点大桥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就交给你们，不管如何，我们总是为这个地方让它生色。同时，您永远不要忘记环很大的精神。是，当人们从那桥上过去的时候，他再也不看桥，他看的是这个吊桥。有没有看到？孤零零一个人走着，我们让他未来还要限制入场人口。这次的任务呢是两队一起合力完成，你们讨论完之后一起完成之后上传，到时候按赞数会累积一个礼拜，累积到下次的话会借由游戏赢家可以获得这按赞数。哇，很多哎！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完成这一座吊桥，一共有631片木栈道。310，一定要在木栈板上做事。板路板做事。哇，全长200公尺，然后我们会分3天的时间让你摸。Oh my god！ 第一天呢，我们先，我觉得这个节目要不要变改名字叫做工的人？我想的很屌的。来，好执行吗？来，好执行吗？最好执行。请说。说。我们只要一人负责一块而已，然后一块一个颜色，一块自己属于自己的颜色，然后呢，那几块呢，就是随机选在这其中一块，也有人气，比如说在这关它现在慢慢锐减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摆在最前面这边，前面几个，因为大家就想说懒得走到最后面嘛，对，那我们就把人气最高摆在最后面，就比如说季福星、昆达，本来最后一个，因为他必须要跟你的那一块板子拍照，他就必须。走到底哦，照人气去排吗？我第一个，我自己比较不好意思。那可以给我绿色啊，福尔摩沙绿。绿色，然后绿色，你就去最后面。我要想到一个更屌，我觉得这蛮酷的。我想要更屌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哎。我想要一个更促进观光。我想更屌，来了来了来来来，林德二线，好，一走间。最近不是台南有一个展是那个僵尸展，对，很著名的那个。最近大家就是喜欢走这种反的，反的，就比如说大家最近买房子想要买凶宅，任你一个那个一个木板当做是你的墓碑，哇塞，刻你的那个，我们现在有点断掉了，对，就是刻你的这样。哪里关？我们这里需要点心。OK， 我们来换护木。起吧，你们先去扫地。不然这样啊，你们女生在这边处，四个在这边处理前面，我们两个去外面后面啊。面有难色，很难，这次很。重点是因为这次范围很广，我看不到对岸，因为毕竟还是要让大家来这边拍照或是来看。是觉得是好看的，不会认为我们是随便乱弄的，这个比较重要。OK， 我们现在涂这个护木漆，然后它是标榜无毒的，对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危。我们今天试地把它弄完了、啊，可以啦，快了，就明天顶多腰。我觉得是要你们要有一个人来帮达哥，好，帮忙涂对不对？我来倒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交换，好。没有，我们就是踩，就是累了再换。累的，对对，换人好，因为其实也没办法，因为不用一起。我左上半部，你下半部这样。对对对啊。没有，不是啊，那这样子动作也是。听我讲，我真的很厉害，我真的很会搞这种。你们一人插一条，隔着插。啊，就跳着走。他没办法走。对啊。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先用力的，对对对，换人，累了换人，累了换人。对，我知道。我们那么多人跟我们就不能浪费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先涂两条，然后。这你的脚踩的就不要吐，然后他就是负责。我跟你讲，我又想到一个更屌的了。屌说啊，我涂这里，你涂右边。各位观众，来听我的。听。我最会分配工作，
你们两个去中后段，直接再过去。没有，我边啊，我们等一下被卡住，我们就直接。我懂，我懂。我们就直接踩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 ，OK 啊，很 OK 啊，这只是护。护线就直接吸入。对啊，吸入土那个木板底下的。哇，现在我们踩到又没擦。现在是 MB 的光最好的。踩的啊。嗯。是你的鞋子就是会有一手。对啊，比较熟悉的。再来一手。下次不会要我们盖一栋房子。啊，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其实不错，全新住宅改造王，盖一个露营区了。真的先不要。可丽饼。饿了吗？可丽饼。就是那个德福。德福。蹲下好了。好酸呀，好酸！你这样子腿会更酸啦。哎，换手，我换手了啦。真的很好，我用这个我超不累的。因为你离地板比较近，离地板比较近，因为你离地板比较近。没有，你就这样一次，它就会很浓了。你们都来玩，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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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平常化妆粉底液也差不多这样子，需要那个缝缝，毛孔这样延迟，稍微微一下，缝缝的缝缝。哎，你撒得很漂亮耶，何美。谢谢。那个线条我是认真的。真的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还有线条，曲线曲线。啊，谢谢。要哇！你追到我们了，进步了，真的是很快，这个小孩，哎，速度变超快耶！我跟你讲，你录取了，你就在这边工作吧，放心，你在这边，对。其实，在村子里面呢，哎，很多的那个就是老人家比较多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像比如说我在台东家里，其实都是那个老人家在嘛，嗯，年轻人都去外面打拼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所以。房子很多油漆也是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才是哦，才重新漆。对，我现在最开心的是什么？就是昆达跟 Kid 来跟我会合，我可以在那边等一下，他们快，他们很快，很快啊，很快，他们很厉害。一个班级一个团队就是要有人很勤奋，跟有人会偷懒。我们就是要这一次要做偷懒的人，最佳拍的。对，因为哦，我发现没有偷懒的人节目不好看。我们先哎，那你看夕阳越来越漂亮哎，哇，超美的这个哦，弄完一整。哎，你们可以少说话，多做事啊！我们都快涂到你们那边了。我真的是听到你们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在聊。他跟我同时有想法，很快就被识破了，因为我们有一样的想法。但我觉得我们快涂完了。对啊，我们的部分，哎，我们涂了100多个，不止，我觉得不止，不止。好了，我们涂完了，我就在这里停了，停停停停停，我们到这个。哎，这个才是真的有在做事的人，好吗？你看我的脚。对啊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真的可以休息一下，我们可以想一下到底怎么弄比较好。哎。哟，光涂这个护木漆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啊，明天还要怎么涂啊？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最后那个是什么？要抹，要怎么？要裹上去，会拉。OK。哈哈哈哈哈。你那一半，就弄我这边的边。好，就这一半就对，我这边就改了。我就硬要拱，要有个扣。纸质 OK 吗？可以。好。它这个是可以保护的，就对了。对，护木漆。护木漆。这个是苦力活。对，腰会很酸。哎，你的怎么了？你怎么沾到鞋子？我把它。他说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天哪，不要浪费。勤俭持家的好女孩。对。就算赞助了，我们也不能浪费。一滴都不能浪费。没错，行浪费。其实还蛮疗愈的。对。对，这边就是气质蛮疗愈的，因为这边很通风，然后风景又很棒，我觉得这天气刚。